我对性生活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很讨厌呢。许晴妹清心寡欲，两任老公只做过一次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要隐藏你的记忆。CD 好久不见的阿美姐底加啦！14年前以蓝色睫毛膏和这 special 姿势走红的阿美姐许纯美，2007年嫁给林宗一后渐渐淡出。被甩后，阿美姐化身居士饱受露面，吓坏众宝宝了。如今18日召开记者会，难不成要复出了吗？我没有想要复出演艺圈，我的粉丝他们一直担心我的健康，希望我能够现身。那个时候，10年前，我的收视率打败林志玲，打败周杰伦，更打败五月天，胖了20公斤，真的是阿弥陀佛的功劳。而且阿弥陀佛还传简讯给我了，天机不能泄露，不能说。可是你变那么漂亮，没有人追过。我变漂亮了吗？对啊。来，有没有粉？大声一点！我没化妆哦。我还依靠一个帅哥，他说我不是要骗你的钱，而且我三餐都煮饭给你吃，我听了笑笑而已，已经不会打动我的心了。许纯美啊，你早已经在阿弥陀佛面前拿香发誓，我许纯美想要男朋友或结婚的话，那许纯美就不能好死。我一个人睡在床上，觉得好快乐、好幸福、好美满。不过记者问到多久无人惊动时，清心寡欲的他忽然一口表示，跟前夫黄海明、林宗一还有旧爱邱品瑞，只有那个过一次啦。慢慢的就好了，不用太快。好，我知道。虽然现在阿美姐变水水了，没事还会去打小白球，但房内还是摆着过敏性鼻炎止咳化痰药物。巨星目前仍持续看内分泌与肝胆肠胃科。不过也有粉丝关心曾流浪大卖场的女儿小云近况。小云在新竹，我一个月都会25000块过去。我也希望小云能够回来，这个家团圆围炉，也许我会过户房子给他。至于儿子居住在加拿大，与郑其宗生的女儿则住在日本帮他理财。所以台湾我孤零零的，只有阿弥陀佛作伴。娱乐动新闻，跟阿弥陀佛谈恋爱。不行啦，阿弥陀佛是老师。报道。